في هذه الحلقة من برنامج حوار الصينية العربية سنأخذكم لتتعرفوا أكثر على معرض الصين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من خلال مقابلتنا مع نائب رئيس غرفة التجارة الدولية لمنطقة نينشيا السيد ليانغ مينداو. سيحدثنا السيد ليانغ عن البيئة التجارية في نينشيا تحت تأثير جائحة كورونا. 来自企业提供的这种营商环境、金融支持，还有各种政策性的这种，对这个来宁夏投资的企业呢，我觉得起到了这种爆发性的增长。 وعن التدابير التي اتخذتها منطقة نينشيا لتصبح من المناطق الرائدة في مجال التنمية في غربي الصين. 去向又引进了一些这种类似的新能源，中环电子啊这些，当然今年它也建设的很快，从来了以后，就是我们这个自治区啊，经开区就给它进行配套，厂房都配套好了，它进来进行生产。 وعن تطلعاته حول التعاون التجاري الاقتصادي من خلال المعرض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下一步呢，这个通过这么一个平台呢，像我们这个现在的新能源，就是双方都共同关注的新能源、现代农业啊、大健康，在这些领域呢，中阿之间呢还有很多可以深入合作的内容。也希望呢通过这一届的这个博览会呢，在这个碳达峰、碳中和这些领域呢，能有所突破。 إضافة إلى انطباعه عن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التي زارها مرات عديدة. 怎么说呢？这个我觉得首先呢去了感到很亲切，因为这个起码是地貌啊、环境非常接近，这个风土人情也有相通之处，起码饮食也是很接近的啊。而且阿拉伯人民对我们那个中国人非常友好。 للمزيد من التفاصيل حول معرض الصين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تابعونا في هذه الحلقة من برنامج حوار الصينية العربية. أهلا وسهلا بكم مشاهدينا الكرام في حلقة جديدة من برنامج حوار الصينية العربية. اليوم نحن متواجدون في منطقة نينشيا ذاتية الحكم لقومية خوي وتحديدا في مدينة ينشوان. يوم الخميس 19 من أغسطس الجاري يصادف الافتتاح الرسمي لمعرض الصين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هذا المعرض يعد منصة هامة في بناء وتعزيز مبادرة الحزام والطريق، حيث له دور مهم وفعال في دعم التعاون الصيني العربي في كافة المجالات. وبهذه المناسبة يشرفنا أن نستضيف السيد ليانغ مينداو، نائب رئيس غرفة التجارة الدولية لمنطقة نينشيا. السيد ليانغ مينداو عضواً في اللجنة الدائمة للمؤتمر السياسي الاستشاري لمنطقة نينشيا ذاتية الحكم لقومية خوي، وعضواً في رابطة العلوم والتكنولوجيا لمنطقة نينشيا، ورئيس رابطة نينشيا للشركات الصغيرة والمتوسطة، ونائب رئيس غرفة التجارة الدولية في نينشيا، ورئيس رابطة نينشيا لتعزيز التجارة الإلكترونية، وأيضاً مستشار المجمع الصناعي الصيني العربي.梁会长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是记者主持人欧阳丽丽，欢迎您。好，谢谢。听说您去过很多阿拉伯国家，您去过哪一些？然后您对那边有什么样的印象呢？我去过阿联酋、沙特、埃及，还有黎巴嫩。还有这个阿曼啊。有什么样的故事想跟我们分享吗？怎么说呢？这个我觉得首先呢去了感到很亲切，因为这个起码是地貌啊、环境非常接近，这个风土人情也有相通之处，起码饮食也是很接近的啊。而且阿拉伯人民对我们那个中国人非常友好啊，就是几次国家通关啊什么的，我们都是一去他就会很热情啊，很热情招呼你到快速通道去快速进关，感觉到这种。 很温暖啊，我在中国也是这么感觉，感觉对。然后这个首先迪拜呢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现代化城市，发展的也非常快，可以说是就像。
中东的明珠，就像中东的香港一样，对啊，国际化的一个地方，国际化，就是确实也有很多中国人在那投资，在那生活啊，也确实对这个中亚的这个经贸交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当然这个其中呢有非常多的宁夏人，嗯，就我去了，据我所知，在就中东吧，就是就有将近30000的宁夏人在各个国家啊，啊，迪拜都有很多，迪拜好几千宁夏人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双方的这个经贸往来也是大有可为啊。嗯，那疫情过去之后，你有没有计划到阿拉伯国家去，然后进行投资的考察？嗯，这个其实在疫情之前呢，已经去了很多次了，就是去了十来次了，就是跟这个像这个我们习总书记去沙特，我们宁夏自治区政府就在沙特和这个广州市经开区，我们那个宁夏经开区和广州经开区呢，就共同在沙特建中沙产业园，这个也已经投入建设了。然后呢，又在这个阿曼杜姑姆呢，又建设了这个阿曼产业园。现在呢，都有一些企业呢，已经去投资，启动投资，这个有些项目已经就是初具规模吧，这个啊，因为这个这几年受到疫情有一定的影响啊，对，但是呢，我觉得随着这个疫情的这种过去呢，可能会也现在也接触就是更多的企业家，还有更多的项目呢，希望到那边去这个去落地对接，这个虽然这个现在有疫情过去不太方便，但是大家也是在那，因为那边已经有我们的工作人员，经常在来往，可能我想这个后面还会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啊。感谢中华卫视提供这个专访的机会。关于您的问题，为什么要在阿曼园区建设中国产业园？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呢，这个阿曼国呀，位于这个阿拉伯半岛东侧，同时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外侧，那么它既是这个通往欧洲、北非、南亚四大陆的关键要道上，同时呢，它还不受这个比较复杂的中东局势所干扰，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第二，那么这个阿曼国呀，宗教、经济、政治环境非常稳定。那么建国40周年以来呢，跟中国关系发展非常良好，啊，那么它的产业、经济发展格局跟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互补性，这是我们选择这个在阿曼建设的一个第二个因素。第三，就是阿曼政府呢，给我们中国产业园很多优惠的政策，啊，比如说，这个增值税、所得税、进出口关税全免，比如说。他给我们非常优惠的原产地证明申报条件，啊，以上三点是我们选择这个阿曼作为这个中国产业园的因素。然后想问一下，您对阿拉伯这个地区和阿拉伯人有什么样的印象？我们中东国家就是整个阿拉伯地区吧，那个应该说跟我们中国的这个关系、政治关系、经贸关系往来密切，政治关系良好。阿拉伯地区的群众也好，这个百姓也好，朴实啊，这个跟我们中国人呢，在这个投资建设过程中，很容易的走到一起，而且我们有个困难，人家也是本着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心态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深深的感到了这个中东地区阿拉伯人民跟我们那种义无反顾的。这个逆行出征的那种豪迈，啊，是特别值得我们中国，大力发展这个经贸产业，围绕我们阿拉伯中东地区，各国的这愿景计划啊，那么促进，这个精神经济建设的这个共同发展啊，也践行我们习主席提出来的这个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中国是一个我们叫做一个全产业链的国家，我们是各行各业都齐全。那么沙特呢，这个它是世界的这个能源中心，
中国有我们自己的一带一路的一个倡议，沙特有它2030愿景的一个发展需求，那么这两者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中国可以跟沙特在产业的这个互相发展上这个有非常好的非常多的这个契合点。那么我们的这个项目呢，是由2016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的习主席和沙特的沙勒曼国王共同见证，要做一个两国的一个合资公司，来共同来做两国的这个产能合作。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非常具有这个国际政治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举措。那么这个合资公司是在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唯一一个两省合作的一带一路的海外园区项目，由广东省和宁夏自治区的国资平台一起合作，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沙特朱拜勒和盐布皇家委员会这样四方一起组建一个合资公司，来做这个中阿的这个产能合作，在做沙特的这个产业园区。所以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是中国“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一个非常有亮点、非常这个与时俱进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作为阿拉伯人，特别喜欢宁夏，尤其是美食。然后，请您就是向阿拉伯观众朋友们就介绍一下宁夏，让他们来到宁夏旅游。宁夏呢是中国的这个回族的自治区啊，就是这个回族呢，他是信仰这个伊斯兰教，起码饮食上是跟咱们这个中东是相通的。宁夏的羊肉呢，这个啊是就是我们宁夏人，就是中国人有句话，谁不说自己的家乡好，就是落实到咱们西边的，就是都说自己的羊肉好吃，真的好吃啊。宁夏的羊肉呢，是从中国的羊肉，我作为一个吃货哈，就是从东到西，就东北的羊肉会很硬，新疆的羊肉会很软，宁夏的羊肉呢是最适中的，所以宁夏羊肉适合于蒸着吃、煮着吃，也非常非常特别。因为我也去阿拉伯很多、中东很多国家，像这个黎巴嫩的烤肉就很好吃啊，对，然后还有各种像沙特的烤羊呀，但是到宁夏呢会吃到完全不同的做法，比如说蒸羊肉，我在中东就没有吃过，啊，蒸羊肉啊、手抓都非常特色，非常鲜明啊。这个宁夏呢地处这个黄河的中上游，这个地理位置很特别，能源富集，这么多年呢形成了这个资源型的产业，就是还有一些像是咱们的葡萄酒，当然现在还有咱们的特色，这个像这个枸杞，这些都是很具特色的产业。但是自治区呢今年又定义了它叫九大产业，像这个电子信息产业啊，这是我从事的行业，当然还有新能源。这个从这些年的发展来说呢，这个很多产业，就比如说非常典型的新能源产业，很多企业呢来宁夏投资呢，可以说都是挣了大钱、发了大财。这个从这个，我觉得从这个自治区政府到这个各种这个、给这个来的企业提供的这种营商环境、金融支持，还有各种政策性的这种，对这个来宁夏投资的企业呢，我觉得起到了这种爆发性的增长。就比如说这个咱们新能源产业的一个龙头企业，就是龙极硅，它从这个在宁夏开始，从这个中宁开始投产，后来到银川经开区来投产，它的这个就硅片的生产规模呢，很快就是太阳能电池的硅片生产从这个很快就发展到了就是全国最大的这个产能，在世界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它的股价呢从这个11块钱现在涨到了100多块钱，就是体量是非常巨大的增长。这个我觉得一个是除了这个，第二呢像最近
这个自治区像又引进了一些这种类似的新能源，中环电子啊这些，当然今年它也建设得很快，从来了以后，就是我们这个自治区啊，静态区就给它进行配套，厂房都配套好了，它进来进行生产，这个可能今年年底就要投产，就在我刚才说那个企业对面，但是呢，它的到了宁夏以后，股价就开始上涨，已经就是所以说这个另外像这个其他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有很多的这个企业来宁夏发展聚集，这个总的来说呢，这个从宁夏这么很小的以前是以煤炭为主的，现在转型到像以电子信息新能源，这个包括像咱们这个宁东的这种煤化工产业都是就是可以说从这个产业这个结构和这种产，包括我们像去阿曼产业园对接，它这种这个产业结构呢，和这边和中东都很有互补和这种借鉴作用啊，所以我也非常希望这个咱们有这个阿拉伯的客商呢，到这儿来这个互惠互利，那么啊共同发展啊。本届中阿博览会已经是第五届。从参展上来看，跟往届相比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呢？前面四届因为这个可以说因为都是全举国都很重视这个咱们中阿的友好和中贸经贸中阿经贸的，所以来的厂商就是不管是国内外厂商来都非常多，可以说这个熙熙攘攘吧。这一届呢因为这个受疫情影响啊，所以呢这个今年是有29家企业呢来这个线下参展啊，28家呢进行了线上参展，这个也有20多家企业呢进行了这个主旨演讲，在这个碳达峰碳中和这个主题下，在围绕这个新能源这个领域啊，把这个中阿所需宁夏所能呢作为咱们办会的主要方向，应该来说这个能达到1000亿的这个规模，可以说也是有丰硕的成果啊。今年的中阿博览会主题是深化经贸合作和共建一带一路，您对这个主题怎么理解的呢？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宁夏视察时指出，宁夏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用好中阿博览会和内陆开放型经济实验区，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夏时再次强调，要抓住共建一带一路重大机遇，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培育开放型经济主体，营造开放型经济环境，办好中阿博览会，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高质量发展。本次博览会的主题为深化经贸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我们要紧扣大会主题，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这些会议论坛和展览展示将发布国家相关政策，展示先进技术成果，促进经贸投资合作，积极服务我国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和贸易畅通，为与会各方创造更多合作机会，发挥平台作用，突出共商共建共享。中阿经贸合作的前景是共同建设一个更高质量更开放的经济环境，构建人类命运共体最有力的保障，打开边界与世界握手，打造互生共生再生的产业环境。本次初步确定能源领域签约成果10余项，境外投资项目涵盖基建材料生产、再生资源利用、境外园区建设等领域，境外工程承包项目涵盖风力发电、石油化工等领域，外资项目涵盖现代农业、高端装备等，贸易合作项目涉及锰矿石和煤炭进口、机械设备和精细化工产品出口。有非常多的国家和企业关注中阿博览会，通过这个平台您最想跟大家说点什么？那个
对于我们这个国企和央企啊，我觉得应该是利用我们中国优质的产能、优势的资金、优质高效的合作模式啊，这个投资杜古姆中国产业园，是践行习主席“一带一路”倡议啊，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一个重要举措啊。对于我们广大的出口外向型的民营企业来说，那么在杜古姆中国产业园投资落地，是这个规避中美贸易战影响、企业纾困破局啊、开拓海外市场，包括这个获取经济效益啊，是企业经济发展的最新动能。中阿博览会平台在促进中阿乃至世界的经贸合作起到的作用，请您谈一下本届中阿经贸合作的务实成果和期望。中阿博览会呢，是我们中国和阿拉伯经贸合作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论坛和一个展示的平台。可以说这些年呢，在不断的这个探索、不断的实践中呢，取得了很多成果。这个，但是呢，这个，因为这个，但是下一步呢，这个通过这么一个平台呢，像我们这个现在的新能源，就是双方都共同关注的新能源、现代农业啊、大健康，在这些领域呢，中阿之间呢还有很多可以深入合作的内容。也希望呢通过这一届的这个博览会呢，在这个碳达峰、碳中和这些领域呢能有所突破，这个让那个中阿在这个共同在这个领域有所进步。当然这个现代农业呢，宁夏的资源禀赋呢和这个阿拉伯世界是非常相似的，这些我们可以在这个在宁夏探索的一些成果呢，和这个中阿呢，就是像我已经知道的有一些像我们这个光伏和农业相结合这样的产业呢，已经在落地到这个阿拉伯了，在希望在这些领域呢取得更大的成效。大健康呢也是我们这个双方人民也共同关注的，希望在这方面，不管从科研领域，这个抗击疫情这领域呢，大家深入合作，啊，规定共同推进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建设和“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沙国际产能合作目前是什么发展的状况？虽然说现在这个有疫情的这个一个情况，但是其实我们这发展的非常的好，可以说我们有好多项目正在这个在沙特要注册项目公司。那么其中有一个是叫深工沙特这个改性塑料和LED 生产项目，已经在沙特动工投产了。所以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因为有前期的我们的好多的这些准备，所以应该说是逐渐的有很好的这个成果，也摘取了很好的果实。所以这是第一，就是在产业项目上啊，我们有非常多的产业项目要落到沙特。其次就是我们在这个跟沙特的合作，也是在原来的单一园区扩展到了更多的不同的沙特的产业园区，那么在这个合作的范围上也有所拓展，那么第三呢，我们也在这个探索双边的这个我们叫双循环的一个模式，国内国外双循环。那么利用中国的一些产业的优势，和沙特产业将能源价格的这些这个竞争优势，来把这个让产业链能够做一个更优化的布局。那么我们像深工项目也已经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其他的一些项目也在陆续通过我们这个合资公司的推动，慢慢的往这个更好、更能够这个像为两国的这个经济发展贡献的这个方向去做更多的这个贡献。中沙国际产能合作项目从第一届中阿博览会就开始参加，通过这个平台取得了哪些成果？应该说很感谢这个中阿博览会的这个平台，
让我们的这些好的项目有一个展示宣传的机会，同时也给我们有一个接触更多不同资源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这个我们参加了这几届中阿博览会，应该说更加夯实了我们的产业资源，更加促进了我们这个跟沙特跟阿拉伯国家合作的信心。那么我们在这个论坛上也签约了有很多不同的项目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有两个项目要签约，一个是医疗塑料的一个项目，在沙特要做医疗塑料的改性。那么第二个是做这个叫循环经济项目啊，在沙特做这个循环经济园区，把中国成功的模式复制到沙特。那么这些我们都可以很好的利用中阿博览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把它宣传出去，然后这个让更多的人来跟我们这个合作。谢谢您的提问啊，应该说我们首先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成功的，一个这个跟沙特合作的这个项目。那么其实应该说是这个过去投资的这些企业家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那么我们怎么样帮助这些企业家能够取得成功呢？我觉得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自身的这个合资公司，我们这个叫中沙合资平台的这个运营能力啊，我们这个一个我们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很有经验很有实力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那么我们用这个通过这个团队能够帮助这些企业家能够在沙特在中国都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支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有这个强大的祖国，我们的这个我们两省的政府给我们的这个鼎力支持，国家的各部委给我们的各种支持，所以才能够使得我们的这些项目能够取得成功啊。所以我就讲这两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那么其实可以说企业家自己的信心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但是企业家的信心来自于哪里？就是来自于背后有强大的祖国，以及对我们这个中沙合作平台他的一个信任。那么当然了，对自己的技术，对自己的团队的一个信心，所以他才能够做得好，做得成功。这次参加第五届中阿博览会，您带来了什么投资发展的机会？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有带来了好多项目啊，但是因为这一次的一个特殊情况，所以我们有两个项目要签约，有好几个项目可能我们在这个中阿博览会上，我们再跟一些其他的合作方能够对接，看看有没有一些合作的机会。应该说这个说我们给中阿博览会带来一些项目或者带来一些贡献，其实也是因为中阿博览会能够给我们这样的平台，能够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展示我们，来展示我们的项目。所以我觉得中阿博览会这个平台的作用才能够成就我们这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成功，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每次过来都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抱着一个展示我们的心态，抱着一个能够认识更多朋友的心态。应该说我们作为中沙合作平台应该是得到了非常非常多，所以应该说是会继续这个贡献。自2018年阿曼政府给我们中国产业园提供了天然气的供气条件以后呢，我们公司全面了开始招商引资的工作。截止近日吧，那个我们已经有6家投资助燃企业落地，目前呢均已处于这个建设状态。这个其中有2家呢还已经进入了生产准备阶段，但是受疫情影响呢，这个物资呀、人员无法到场，
导致这个投产计划有所延缓。在这几年发展当中，杜库姆经历了哪一些困难？然后有没有比较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我们这个开始园区建设以来啊，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诸如像文化差异、规划理念不同、工程建设对标，这个还有环保的两国要求的不一样，等等很多困难。在这个过程中呢，人家阿曼政府特区杜库姆特区政府也给了我们这个协调啊、落实各种帮助啊，我们中央政府也给我们做了很多方面的解决。在这过程中呢，我们一方面推进了项目建设，一方面也和我们的这个阿曼的特区政府呀、当地主管部门啊，建立了兄弟一般的感情。近两年由于疫情的原因，贸促会多次举办宁夏与阿拉伯国家企业的线上推介对接会，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线上的会议形式？这次线上博览会呢，可以通过电脑端或者在移动端扫这个二维码进行访问。目前组委会已为1+9会议论坛活动以及风向活动搭建了26个云会议室，其中非互动观会系统可以保证单场100万人次以上同时的线上观会。线上展览还设置了3维云展馆、2维云商城等板块，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中央博览会分这个中英文两种这个文字啊，可以在搜索引擎呢直接输入中央博览会，即可进行浏览。本届中央博览会的主宾国是摩洛哥阿联酋，主题省是河南省和重庆市。最后请梁会长对中央卫视电视台说两句祝福。今天非常高兴这个参加咱们中央卫视的访谈，也希望呢中央卫视能成为这个中亚经贸的桥梁，这个能成为中亚文化交流的平台。نشكركم على حسن المتابعة، نلتقي في الحلقة القادمة إن شاء الله، إلى اللقاء.